这个挖这个太慢了。小可爱们，你们帮我做个选择吧，丢什么东西啊？把木棍丢了。能帮我做一些东西吗？刚好是樱花的两倍。对，今天仙鹤也是很给力的。哇，小仙女怎么掉下去了？哎呀，好可怕呀！我的天，我的天，小仙女掉下去了。当当当当当当！哎，怎么还唱起个歌来了？对我打了羊。哎呦我去！哎，这黑金都不能翻他的技能。快点啊，老弟，别忙活了，别那个了，快点！快点什么？我要做那个门庄呀！你怎么老是？我这一直在黑金石的挖呀，我这没停。你挖了几个了呀？现在我看一下。挖了十个了。先唱岩石块，我居然会唱岩石块，岩石块狗吗？小弟，你快来干活呀！我的天，你老是在那里干什么？黑金石不要挖了，你挖了几个了？不要挖黑金石了？几个了？你挖了几个了？你跟我说一下。十五个了。够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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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够了！赶紧还我，赶紧过来，赶紧过来！真的是。我这一直在挖，老说我不干活，真的是。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你赶紧。那就回来了，你在哪里？我在有岩浆的地方，你过来找一下我。小仙女，你快帮我做一些事情好不好？小仙女，你过来帮姐姐做一些事情。化石龙呢？哇，居然是用的我的木头，我的天，我心疼的我。樱花，不要这么暴躁啊！小弟，你快来呀！真的是。我不在你面前，你就快来。把那个给我，黑金石先给我。啊。挖完黑金石，然后再给我那个做铁桶。给个宝石。啊，铁桶给你，你有位置吗？你身上有位置吗？你有铁桶吗？我身上我丢点东西。现在我要做那个门框呀，一下。好了，你要什么？好了吧？那你去那个做那个地心门框，就是应该够了，我也够了。我现在做了几个地形门框，三个，要四个，你去给我弄那个岩浆，挖岩浆是吧？对对，挖岩浆是什么鬼，表弟？啊？挖岩浆是什么鬼？装岩浆。对啊，装岩浆啊！装了一桶，然后呢？倒到哪里？倒你身上？啊，不，什么倒我身上？真的是，什么倒我身上？有没有礼貌？没大没小。啊，表姐要喝啊？啊。等一下啊，不是，我不是要喝，真的是你，真是老是利用我现在脑子有点不太正常的那个因素，你老是在这里那个啥，你老是的，我这是出于礼貌一则，真的是，我一下怎么了？一下吃你家大米饭啦、啊？哎呀，铁桶老是不够啊，表弟，不是铁桶不够，做铁桶是吧，我要？啊，对，做铁桶有吗？有铁吗？铁。啊，好看呀！铁有要烧，我来烧。啊！好了，我把石头都丢完了，再烧个铁。啊！表弟现在有九个地心门框了，我不知道够不够啊。我多烧点铁。桶有几个？桶一个。一个桶是吧？嗯。那给我呀！真的是。把桶给我，一个铁桶，这么多铁桶。来，给你。我怎么这么多铁桶？我的天，谁给了我这么多铁桶，吓死我了。来，给你，我丢给你了，装了岩浆的铁桶。应该够了吧，表弟，十个。哦呦，哎，他地心人，表弟还要地心碎片三个，快给我。那我去打地心人了。但是我们一起去打吧。我这里还有一个地心碎片，我再给你一个。就一个吗？那我们还差两个地上。我去打。你去打是吗？看一下还够不够啊，这么快就去地狱了，我突然发现感觉像做梦一样。这很快吗？我第一次自己做了。先杀一个，我就不相信了。哎，这里有个地心人。哇，还没看到呢。我看到了，但是这里有一个野人。我被我的化石龙给咬死了。小弟，你说这化石龙就是个白眼狼呀。哦。哎。哦，怎么了？哎，地心人呢？
道呀。不，我刚才明明杀了一个地心人呢。好了。哦，还在那，还在那。要不要我来给你们唱两句？小可爱们，他们都嫌弃我们唱歌难听，说说他们要谁嫌弃我们唱歌难听？小粉丝都天天巴不得我们要唱歌呀。你这就是问什么时候唱歌比赛啊？我放满能量剑吧，感觉可能是这个能量剑太那个啥吧。哟，异星人，过来过来过来！哟，把我的粉丝给打死了，这个异星人。哇，这地心人打了他八下都打不死，我感觉这个地心人过来过 来，怎么回事？对，有没有地心碎片？有没有地心碎片？跟我说一下。有，还有一个地心人掉下来吗？掉下来吗？有没有地心碎片？有，现在一个了，现在我在打另一个地心人。可是我没找到啊。表弟，你给我一个就行了。那还有个地心人。我现在两个。够了，快回来，表弟。够了，我这还有一个，我还想把它打。哎呀，我忍不了，我让你们去吃岩浆去，我让你们跑岩浆里面去。哟，跑了，我又一只，我这不打不要的时候疯狂来，我要的时候老是找不着。哇，真的是一片地心人。 Oh my god， 表弟你来学一下我呗。 Oh my god， 我这有这么难听吗兄弟？我就把我的地心门做好，我就换一下房间，吸点怄气。来表弟，来，我的天，小露露来了。可以去了，可以了表弟。等一下啊，我搞完地心门啊，哪里放呢表弟？去哪里？就要不就我家放吧。放家里。走，跟我一起走。不是我的画风吗？我说什么从天气也不了。我的天，哎呦我的天，走，人化石头跑得还真快呀表弟。哎呦，走吧，表弟，快走！你只能从我家上去了。你看这白天到处都是地心人。哎呀，真的是讨厌的鬼！这些地心人，要他们的时候没有，不要他们的时候到处跑。我哎，表弟去哪里？去哪里放啊？要不，我知道了。要不放我们两个家中间，我觉得这合适。啊，那放这里吧，表弟。这个小月亮住的那个房子，就是那个狗窝，就放这里吧。小月亮住哪？这里。对，上来，哎，表弟，这样你就画个框嘛，这怎么难呢？哎呀，这可是有学问的，你知道吗，表弟？这个是很有学问的。简单的事情都被你说的这么高深，真的。完了，我感觉我的框好像不太够了。Oh my god！ 买它！那以后小月亮不得住到这里面去了？对，他住地狱的。呀，对呀，超级棒呢，超级棒，一级棒呢。等下我带他玩。太厉害了。呀，表弟走开，妖魔鬼怪快走开！哇，什么？阿飞哥哥、阿姨姐姐，他们是不是？秀。嗯，这个谁啊？表弟这是什么鬼？地心门怎么鬼？是不是你干的？怎么回事？怎么我一下来就死掉了？快给我铺路！我跳下来都没有死啊！我的天！